要登场的是天津浩沙花样游泳队，两位选手分别是马润和徐逸飞。那这一对选手他们选用的动作主题的名字叫做《晴时明月之龙腾万里》。这套动作也是非常有气势的。好的，两名队员完成不错，将动作的主题也较好的展现了出来。您刚才看到的是天津浩沙队马瑞、徐逸飞，他们的主题是晴时明月之龙腾万里。这套自选讲述一个热血励志的故事，两个天真善良的少年在前半乱世中不畏艰难，忠于信念，最终改变命运。在追求晴时明月的道路上，经岁月洗礼后发现，最终留下的是青春的坚毅，是少年的正直，也是不变的果敢。教练员郭小玉，那在介绍完这个主题之后，也是来认识一下两位队员的这个教练。总的来说，这一套的动作展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是的，他们也是配合着音乐的情绪来运用他们的肢体语言很好的表现出来，对，把这种音乐的蓬勃这种感觉啊，对，也是展现出来。好，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天津队的这一项的得分以及是他们的总分的情况。完成分23.1000，艺术印象分30.2667，难度分22.8000，
总分76.1667，自由自选的总分是76.1667分，两项总分是149.6966分。好的，天津队也是完成了他们的。